美食特派员 Erica， 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一间东区很好吃的美食。哦，我说我们，但是我旁边没有别人，因为大尔迟到了。我今天在这个冷的要死的天气等了他30分钟，我要自己去吃饭，我不要等他了，我们走吧。打扰喽。你们怎么在里面？迟到喽，快进来。本节目由新串独家赞助播出。今天呢，我收到新串的邀请来这边当你的关主。What？ 你要闯关成功才能吃美食，怎么样？惊喜吧？不是吧，我现在肚子还蛮饿的耶。我以为我今天就坐着，然后好好的介绍。因为我要吃到好吃的，这么容易？我待会会示范做一杯调酒，制作的过程呢，会有分别有几个项目，你要达成呢，才能吃到对应的美食。这样是不是？我刚刚就是稍微对他时间，我先走，拜。等一下啦，很简单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好烦，我不会调酒。不是，我会示范一次。最麻烦的是做出来之后，要店长 Steven 觉得好喝才可以吃到。哦，那简单啊。用美色是不是？好，开始喽。哎，慢慢慢慢来。第一个要加入的是乌龙清酒，加50ml。50ml是满满的小小的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觉得这蛮简单。你以为只要加一个50ml吗？后面你都要记起来。刚刚那个没有全满，什么意思？最满是30，一半是10。OK， 我懂。这个22.5，你有在记吗？好难哦，22.5。你不是说容易吗？苹果汁30ml。我一定要这样子。不用，柠檬汁15ml。50、22.5、30、15。盐水4滴。四滴。记起来了吗？记起来了。拿冰块。好。OK。我是觉得没有难度。可是我很担心我在 shake 的时候它会爆炸，然后摇的时候酒液不能洒出来。哇，好厉害哦！然后呢，要拿挖工。挖工在，就是拿挖工对我来说是个挑战，就对了。对，挖工要拿得到。跟歧视阿姨真的是。然后先放一块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你刚从哪里拿的？我不知道你东西在哪里，不能这样不公平。不是叫你好好看的吗？要自己拿哦，我不会跟你讲。好，把这个酒液啊过滤冰块倒出来，放上煎饼，放在冰块上面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喝哦。然后呢，你不能让它掉到液体里。有很难吗？你待会就知道了。然后撒海苔粉，撒1/3。这样就可以了。Okay, 然后这样子放到前面的桌上，然后煎饼一样不能掉。好，那我可以试喝了，对不对？你还没，你要达成才能喝。50、22.5、30、15、4滴，我觉得最难就是这边，这边记好就好。好，来换你。哎，好，等一下哦。好，开始。啊，等一下，有在计时是不是？对，计时开始。50。哎，我手好抖，你刚刚怎么做到的？不要吵。哎，是这样吗？22.5，22.5。然后记性很好哦。拜托，那第三个是学霸。第三个是多少？不要吵我。学霸，你是说中山女高吗？30。30哦。30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要吵我啦！表面张力啊！你不要一直在我耳边叫，表面张力，这样是不是？嗯哼。30，然后15嘛。我以为你至少会漏掉。我肚子很饿，我肚子超饿。为了吃。然后4滴盐水。啊？怎么滴的？刚那是什么？刚刚那是2滴吧 ？OK， 就是4滴，哪是这样？就是这样，不要被误导。我是不是很希望我出错？哎，这要怎么这样这样吗？这样摇吗？哦，好累哦。哎，这样怎么打开呀？不打开，不开。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开？好冰啊！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。你一定想要冻伤我。啊，好了，拿这个放上去。我刚刚看完是这样。没有放你的意思，就最糗的是这一趴，你懂吗？你没事放那么高干嘛？这是谁设计的、啊？碗在这里，然后要拿一个方形的那个东西，放到里面故意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算是不错了。可以问店长要不要聘请我，毕竟我还有颜值。就这样、啊。嗯，可以。虽然你拿的方式有点怪了。那、这个挡住是什么意思啊？防止冰块下去啊。哦，怎么这么高级啊？但我们通常会反过来用、啊。那你刚刚不早讲？你 OK 就好。然后，哎，我手好抖哦，怎么当调酒师这么难啊？知道很难了吧？可恶，竟然！这个是海苔粉，它是1/3，对不对？你在干嘛啦？偷看，在偷看。这个好难，我好了，我完成。我现在就是全部都可以吃了，其实蛮厉害的。但最重要的大魔王，我们要给店长喝。店长，
你在哪里？快点，店长在哪？好，新串店长 s t a r 你也太帅了吧！你这样合理吗？你长相？没有，就跟他差不多。哎、欸，哇，好会说话，旁边话还是要讲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先让他猜吗？这两杯，你猜哪一杯是？哪边是大鱼？对，这样怎么喝？其实我也好奇，直接就口喝是不是？对，就这样喝。豪迈的感觉。这杯酒的名字叫什么？香川。这两杯的口感怎么样？是不是大同小异？是不是差很多？差不多哎。我就知道。是真的差不多，可是应该还是看得出来哪一个是我做的。我觉得这一杯是大耳做，是不是？这杯是 Erica 做的。你确定？他在我正前方哦。没有没有，我喝得出来这杯是大耳做的。真假的啦？真的假的啦？是吧？是吧？我猜对了，对不对？猜对了，那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一杯的口感比较均衡，就味道也比较均衡。所以我不均衡。我也很好喝，一般人猜不出来的，所以他可以吃待会的餐点。可以，你真的是又有颜值、心地又善良的店长哎，真的很。真的，大家欢迎大家来吃饭。耶！我终于可以吃饭了，所以我每一道都可以吃。为什么第一个是吃煎饼？因为我现在很饿。可以吃这些东西啊。哎，我调的酒怎么那么好喝啊？哇，这个口感很均匀哎。他们这一份地图啊，就有日本的十二地名，然后他们就用那十二地名去命名每一杯。那香川的话，它是用怎么样？就是它怎么软掉？它那边有战旗嘛？乌龙面。对，然后就用那样子的概念去设计这杯，有点像是冷汤的感觉，那种加味噌还有茶，乌龙茶。哎，这味道真的有够高级的，很有我的 style。那我不管你，我要吃面。哎，我也要，我刚刚也是一直在盯着这一盘。这道超厉害，明太子鸡乌龙面，它就是用白酱，然后有加明太子酱去拌炒。哇，好香哦，好香哦。这是坚固的鸡腿，对吧？嗯怎么样？超好吃。我觉得乌龙面没有办法不好吃，而且它的酱很厉害。因为它的面完全不会像有些辣有点滑的话，你觉得吗？就请教你们厨师，我想要自己在家里面做看看。谁会教你啊？大家就去里面吃就好了，谁要来这里吃？那因为我家大家都可以进来吃。这个是又香松满足，他给你看，谢谢。好大方哦，还用不下来。这个女生会很喜欢，因为它味道很清爽，这我好喜欢啊。我要吃牛蒡子，味道很够，就是很棒，甜咸甜咸的。我觉得这个很适合配啤酒，刚刚可以外带吗？我也要问一些困扰店家。可以，新串可以外带。外带一个炸牛蒡子去看电影，它是不是很值得取代爆米花？是太 boring 了，现在谁还吃爆米花？你可以时尚一点吗，大家？哎，牛蒡多有营养，知不知道？是不是听说可以壮阳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把它减。可以壮阳吗？我再慢慢吃，这个也很厉害，是用宜兰的三星葱。那肉呢？牛五花。它有没有干葱？有一种回到两个月前的感觉。两个月前怎么了？中秋烤肉，高级版的中秋烤肉。因为我自己烤的时候也超回家。这是情感下巴。哦、oh, ，我最喜欢这个，它很鲜美耶，而且很 juicy。这个要一点烤工吧。如果你们大家要来新串，必点的就是这个情感下巴，跟这个面，跟这个松板竹。你们是全部了吗？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完美的一天。虽然你前面找了我这么多麻烦，因为我原本预期你不会达成这么多，然后我就有跟那个 Steven 说，他说好，那帮你准备个甜点。甜点来，这是帅店长来了。是之类，我烤完。Steven 来，现在很畅销一个甜点，然后我们先炸过，之后再烤一下下。对，这么高。加上炼乳海苔粉，海苔粉就有点咸味，就不会让它太死。我觉得你应该要直接要配合我们待会要公布的活动。OK， 那这个给。好容易被说服哦。怎样不沾到口红？好饱，很感人。是不是外脆内软？内软。它那个海苔粉真的撒得刚刚好，因为你如果单吃那个炼乳的话，其实它真的会有点太甜。而且比想象中的就是更嫩 Q 哎，炸可能会比较硬干，它不会，它里面是湿润的。它是很迅速这样炸一下。算迅速。本身我就会做菜的人，所以我大概知道。其中每秒都被参透了这样。下次可以挑战他来做完。那个酒帮你们做成这样子，我真会把你们拆台，你知道吗？我本身是算厉害的，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常进人。他点头了。好，谢谢新串邀请我们来试吃，每一道都很强，很值得二刷的店。就二刷吗？应该不止吧。就二刷完之后，我考虑要不要再二刷。今天 Steven 对我真的很好，你知道十二月份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节日，他对我来说是我的周年庆。十二月呢，就是本人我的生日，你怎么那么贴心啊？所以呢，刚刚 Steven 跟我说，只要大家呢在影片里面截图我的吃相，不管是美的或是丑的都可以，拿到新串来，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日式炼乳烤丸子。谢谢 Steven。希望照片是越丑越好咯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建立一个播放清单，睡觉前把它打开，播到起床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